这是什么口味？我看一下嘛，有很多口味，茉莉薄芽，然后玉米汁、椰子海丝花、西瓜，还有杨枝甘露。这什么？这是茉莉薄芽。茉莉薄芽。嗯。那我查一下。嗯，洋那个。再查一下杨枝甘露。对对。谢谢啊，我把这个扔。好了，好，谢谢。这两天没有隔吃萝卜吗？几位，里面坐嘛，八方空调都有。Thank you.
打包肉圆饭。